as ambassadors of the WCIT. This is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摇大力一点。啊，够够够。摇一点。摇高一点。高一点。啊，高一点。提高一点，提高一点。他是我们马来西亚首相，就是蔡英文总统。摇高一点。你有看过吗？有来现场。对，你在这边尽量的会放。Thank you so much。哎，真的不好意思，真的。没事没事。啊，我等下找那个。然后我会跟阿 Grace 跟志勋那边安排一个时间来拜访，来跟你们做一个道歉。刚才我们已经跟Christine讲了，我们要找时间，因为我们也是在卡在他的。对，如果我们一直独行的话，对啊，谢谢你们，不会不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支持你，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还是支持你们的，对吧？啊，我差不多每一年都在台湾，真的吗？真的，啊，那个台湾从北到南，我已经走到处走了，很多地方台湾没有到的地方。受邀来这边领奖，参加在槟城举办的世界大会。那在大会开幕的早，就请到了这个亚洲环球小姐的佳丽上台跟大家打招呼。那时候我们的团就是有人眼尖，发现说里面有台湾的佳丽，我们就非常的兴奋，希望说能够台湾佳丽上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帮她欢呼。所以其实就是说在现场台湾佳丽可能并不知道台湾团在，但其实我们都一直在看着她。就我们等了很久，就一直没有等到台湾佳丽上台。刚开始其实我们以为说是她是压轴，但等到最后发现大会不让她上台，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惊讶，然后赶快就是去就是用手机来录下当时的情况。那就看到就说这个佳丽她原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上台，最后就是委屈的落泪，然后后来离开。那我们就马上台湾团就马上反应，就是立刻很团结的大喊台湾加油，台湾 go。喊了三次，就是要让在现场的所有世界来宾都能够听到说，其实我们台湾佳丽是在现场的，台湾团是在的。那佳丽有听到我们为她的这个加油的声音。那后来当下我们就马上飞出去了解，然后去找了这个大会的主办单位，还有这次举办这个选美的这个槟城的主办单位，了解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就是希望说大会能够给我们佳丽一个道歉。那在台湾团锲而不舍之下，后来大会在这个时候就马上跟我们的佳丽做了一个道歉，这样子。好，刚刚局长您有听到啊，就是在佳丽在台下落泪的时候，现场团队也马上帮她加油。那目前台湾团队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还有对于这次中国的蛮横行为，局长您又怎么看呢？因为其实这个情况在无论是佳丽或者是主办方槟城的选美主办方，包含我们台湾团，其实事先都完全不知情，真的是最后一刻才不让我们台湾的佳丽上去挥着我们台湾的国旗跟大家打招呼。所以其实台湾团当下是非常的惊讶，然后气愤又非常的不舍，因为我们的佳丽就是这个佳丽台湾小姐，她最后她虽然很坚韧，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委屈的落泪，我们非常的不舍。那但是就说这一次的打压情形，我们立即做了反应，而且也马上就是说台湾人就很团结，马上来做现场的一个加油。